标题潮资讯，李易峰、朱一龙将登央视春晚创二官，薛王源嘴瓢 flag。 1.14 音乐资讯，李易峰、朱一龙将登央视春晚。近日有媒体爆料，李易峰、朱一龙将登2019央视春晚表演节目。新浪娱乐求证知情人士称，朱一龙已收到邀约。据悉，截至目前，作品已进行了两次审查，且都已通过。至于节目是否能最终登上春晚舞台，需要视审查最终结果而定。创二官宣在去年底，鹅厂公布迪丽热巴为创二发起人，并启动全男导师团后，今日鹅厂再发布创二官宣节目 slogan， 赤子之心乘风破浪。去年创一的 slogan 是逆风翻盘，向阳而生，强调女团的不服输和改变命运的精神。创二的男团口号含义是韩德之后比于赤子，为赤子之心不畏艰险，勇往直前，为乘风破浪，满满的少年感和硬核气息。期待王源嘴瓢 blood。 昨晚王源在某活动上面唱歌嘴瓢，意外笑场，而后立下 flag。 王源今天在这里立下 flag， 以后唱歌再嘴瓢，我就可爱帅哥说什么都对。